就是长江以南的语言小品类，广东话出现过，然后就是四川话。对对对。所以其实它是有这个群众基础的，没问题。哎呦，这看来你选对地方了，你一来你就到了那儿，就把这川普练好了，未来走遍中国没问题了，是吧？你看，就是有这个命，有这个命，把火锅店开到全国，那个兄弟。把这个火锅底料拿上来。哎呦，还有底料呢，是要送人吗？太棒了。哦。来来来来。啊，是给我们搭的是吗？没你们的份儿。这个就是。连我的都没有。谢谢谢谢。哎，王，好棒。下来给你哈。人家都说我抠，你比我还抠。下来一个给你哈。石老师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呀？过去我们老讨论方言嘛。嗯。今天我们见证了一个老外说方言。嗯。人家说我们是没有乡愁的一代，留住我们的乡愁。你看江南就是一个提醒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推广方言。关键现在在西雅图那边都以为他说的是普通话。我最大的感触，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觉得感谢江南，提醒了我们所有没有乡愁的人，记住我们的乡愁，记住我们的故乡，记住我们的乡音。谢谢。